期对他来说，他应该超爱这件。看他的裤床将将好，那我一定有意义，我是因为要穿点跟鞋，我就不用改。那一定有小资喜欢，你就是拿很大的剪刀给我剪平就好了，拿那个修改一剪，超级弹力，直条纹，冰凉衫。超凉超弹，所以上下都是这样端一端一端端，然后整个人就是凉翻了。弹性 S 号跟帽流号、菜流号跟妈咪全部可以穿，然后是做这种微落肩，它的手袖跟下摆都是做不修边的剪裁哦，非常非常的利落、简单有造型。看一下它的厚薄度，我觉得连一公分都没有，它大概是落在 0.5 公分。那你可以看它是微微的透肤感，但是呢，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我们有太多厉害的小可爱，你们直接穿在里面就好了。那下身的话呢，我自己实际看是完全没有任何透透的问题，大家不用担心。